较少。也，但是记忆力很好。但是他当到过门啊，但是我小时候背书有一些境界，比如说去看一篇文章，就好像在眼前演电影，就从小就有这个能力，就是边背很长的课文，但是边背前面就图像就出来了，就是每一篇文章，就说比如说，我就想比如说比如说背说红鸠赤多大渡河这些啊，就是。那你就马上这个眼前就像这个大渡河就演出来了，然后红鸠怎么过，根据他这个文字会出图像，所以背得快。在班里每次都是老师就很那，很长的课文说全在班都背不下，每次我都背下，其实是看电影记住了，就是出文字的时候同时出图像，我觉得记忆力会强一点。是不是感觉到是根据这个文字出图像，是你构建出来，就是构建出来的。其实这是不是真的？他不是那篇文章，比如说写孔乙己，写谁呀、啊？只有然后呢，你就坐在那儿闭上眼背，然后闭眼就是就是看一句啊，然后就图像就出来，看一句就图像出来，就根据这个文字就会演电影，情景就出来了。然后在背的时候，前面一直有个电影在演，其实是就以这种方式背东西，其实也不是说。那你小的时候不感觉到奇怪？不感觉到，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就不感觉，只是我比别人快，就是每次老师说谁背下来举手，我就把手举上。有一次我以为快，大家说谁背下来了，我举起来，老师说我就不信你背下来了。那次课我太吵了，我一看全班就我一个，我还迷迷糊糊的闭着眼举起来，因为我真背下了。这个老师说我不下课了，你给咱背才行。因为上网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几年级，五六年级，那个班主任就因为下课的时候说谁背下来找这些。我就把手举起，其实没觉得，我还以为都举起来。老师拍拍桌子，一跳起我就不行。然后一看全班就我一个，然后我就站起来给他背下来了嘛。就是背下来了，他特别快，那老师下来最后说：“哎呀，这个杨年的记忆力简直让我惊讶，不知道你怎么能记住呢？”笑，他是看电影，其实不是记住了，是看电影。那时候那些数学那些功课也很，数学还可以，都快。物理化学都可以。我一直是从小要到高一直学班里的学习班长。那你为啥后来上不去？喜欢，就是喜欢画画。我妈想要我当医生，我跟你讲，我妈一直想培养个医生，就我弟弟学了吧，想让我当医生跟老师。对，我喜欢画画。做我工作的时候，哎，画家都是穷画家，没一个富人画画，没你将来连家连饭也不能吃，没得养的。哎，谁会听那些？所以没用的。父母说，他说老师有假期嘛，他喜欢说你将来，父母总是想的那么，你当个女的，当个老师有两个假期呀、啊，在家能做事，医生也挺好，很多人需要嘛。对。但最后我就是当了医生的老师，是吧？现在不是，只不是另立的医生跟老师啊。我最讨厌这两个教师，你知道吗？我妈一说，我就是绝对不报这两个专业，就是心里就是，哎呀，这两个专业老师多麻烦，每天要面对学生，唠唠叨叨讲上没完。然后呢，医生，哎呀，每天要面对病人多累呀、啊！我那去那山里边。去那清风明月的地方，去那山里边画画去，看着远山多舒服。最后没逃脱，开了十几年诊所，在这广东开了六七年诊所，最后坐在当副教老师，就这两个职业。笑死，命啊！没什么特别喜欢，就是喜欢画画，还是喜欢写诗、写作。想当作家，想当诗人。想到画家，想旅游全世界，就这点梦想。然后想不想这么生活着？想做一个丽丽的。你不要你的发现之心，或者你听到微博、微信里面的东西，就是那种语言，就是跟现代的，就是非常的现代的那种。是，我都尽量的，甚至去讲经，我都尽量少用概念，少用大家听不懂的概念，尽量能抹去，我就把那个概念消去了。
因为目的是大家听懂，不是你讲的多好，甚至你看一些法调咨询里面很多说我认为自己觉得一些段落我都会去掉，就是说觉得哎呀这些段落很显我的才华，我都觉得，但是毫无意义，只是说哎这个人文笔挺好的，那些都没有，叉叉的全扔掉，就是没有意义，就是包括易经的目的就是说哎尽量的能通俗，哪怕他有点那个语言太口语化了，甚至一点点平摆的就说过了也，但是能听懂就 OK 了，不要里边加概念加修饰词加形容词，经典最主要的目的是大家听懂，我千万很怕妙笔生花这一笔放进去，哎，就是把自己的那些一个形容词什么全部扯掉，哎，就能直白的一句话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不要说，哎呀，我要什么婉转的或者不加这些，不加形容，易经也是，这也是我师父对我要求，要尽量直白，直白通俗。就是全世界人说你还行，那是他我的采访也没关系。您那个佛教史也是你自己写的？是自己写的，收集了很多素材写的。我第一次收集素材的时候，收集了全。第二呢，不过几十年的实证，我认为那些界定是你要了解，那些资料是它不会超出你的了解范围，不需要你了解的我就不需要了，我就删掉了。需要你了解的，我基本上详细的收录在我写的佛教史里面，这样你未来就算你走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寺院，任何接触不同的佛弟子，你的交流，他们说出任何资料，你的交流都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是为了交流的，就他说的任何一些案例啊或者典故啊，你都可以在这个佛教都可以看，都知道看过或者是大概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它包含了一些派别啊或者是师傅，您这个佛教现在没印出来书是吧？目前没有，就准备做了。但这个佛教是当时写2007年前写了有，我就没修改，就一直放在那儿了。后来做网站，一开始也没有太多内容，因为初修也必须看佛教史，我就是看到佛教。但是修改的不够，我觉得我想更圆润一些，就比较生硬，有些东西写的，因为我是第一稿嘛，第一稿一直没有修改。想再修改的通俗一点，但是一直没时间，也没激情，所以一直在那忍着。最近还想修，尽快把它弄出来。也因为读书还是比较方便。就这段时间，我想呢，马上这个改版呢，就是以修行的生活作为一个新的印度门的版面，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没有刻意的东西，就是你修行的人怎么过日子。就是以这样作为印度未来的一个这个视频，就是可能会涉猎到一些大家修行的状态。但是书呢有一套教材，一个是佛教史，一个是科学概论，还有这三本经，法华、楞严、金刚经，作为一个初心教材，就会合并在一起，可能会结合。就是说未来假如有一个初修人问你说看什么经好呢，你就推荐这五部书就给他就够了，基本上够了啊。都是通俗的讲义，还有碟里边都配着碟，对不对？书就够了，就是说第一刚开始修行看这些就够，就是一个初步教材。因为楞严经写完也放在那好长时间，我也重新再翻一翻，然后修整一下就可以进。有些观点我觉得自己在正道上不太圆满，所以一直在那放等着。楞严经的次第讲的比较详细，到这个路啊。你怎么走讲的比较详细，看完应该就收获蛮大的，我讲的再通俗一点，基本上修行的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师父您的话这辈子读书也读得非常的多，读的书比同龄人肯定多，但是不够博学，但是读的比较多。我一开始在书店工作有个条，冬天工作全就是书随便，因为前20年前那个时候，你在市面上找书也不那么容易，印刷没有网站嘛，你去买，或者去书